享受游戏，热爱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国，欢迎你们收看我的迷你世界。强国在虎牙直播，直播间房号是144706，每天晚上6点到9点都会在直播哦，所以大家赶紧过来围观吧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玩的是一个趣味运动会，咱们开始游戏吧。一共是3名小伙伴啊，所以今天不是上学吗？人有点少。好，开始了。这边的话，我要打开这个开关，然后第一关好像是吃蛋糕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，吃蛋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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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是认真的。哎呦，这个蛋糕好好吃啊，但是吃太多是会被粘肚子啊。好像是会有点粘肚子啊。哦，我的手速可不是浪得虚名，我已经吃了好多蛋糕了。我现在不能看别人，不能看别人啊！我先把这一排的吃掉，好，再吃这一排。这样的话，快一点。好，游泳！哎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这下面还有加速方块的，我已经开始游泳了啊！加速。哦，这个加速方块还挺有用的啊！嘟。然后这边上去。好，游泳我过关了。然后第二关是什么？弓箭，弓箭要射啥？要射开关。哟，哎，我射中了啊！为什么不能通关？啊啊啊！射到了，我走了。第二关，哇、哦，奥腾怎么在我前面了？这个鬼！好吧，第二关好像是爬藤蔓。我跳，我操，这边要切换视角，切换不了视角。上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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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哎呦呦呦呦！哎呦呦！好难啊，好难！上！我左，我右，我上！哎，我到了，从这边跑上去就行了。嘿嘿，我超过他了。这边好像是要上去，这边有一个上！我这通天了呀！这通天了呀！看见月亮了。这边往这边走，这有蜘蛛侠、绿巨人、蝙蝠侠。加速方块，用加速方块加速。我走，我到了。飞机争霸，这什么飞机争霸是什么鬼？这要稳一住，稳住，过了。哦，就坐个飞机啊？是这边跳吗？哦。跳！哦，这飞机没那里了。跳！我到了。然后这是这一关叫什么？上面。哦，我要用重力手套把它吸了，然后丢到上面。好，开了，走。简单。谁在我后面？我想知道。哎呦！这是冰块，好滑。要打死他！这不是为难我吗？要打死他？那后面谁？那后面不就全过来了吗？这打得死吗？这真的要打死他呀？那一起锤啊！一起锤！这锤得死吗？这怎么吹的死啊？你在逗我吗？用水吹了，用手吹。这个鸡有毒，用手吹好像好。我看，我用弓箭打它会加血。用手吹，它不会加血。这吹半天吹不死啊！这玩个鬼呀、啊！这个稻城是无敌的呀！啊，他死了！快走！随便走一个了，我好像走错旁边了，我把他的小麦给拿了，哈哈，我把他的小麦给拿了，快！哈哈，我怎么没有小麦？完了，你给我拿冠军了，我的天哪！我获得了一个第二名，我走错房间了，我其实可以从那个房间进去，直接拿第一名的。好了，
本来应该是第一名的。好了，那么的话咱们今天的迷你命怒会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大家记得来虎牙直播间看强哥直播，房间号是144706，好吗？咱们每天晚上6点哦，不见不散哦，拜拜。